面包为主，本来已经都被果蝇入侵，然后整个都死光了，最后救出几只。这个在壁上，这个都是母虫，这个就是给小鱼吃的，啊，你看这是小虫，给它麦片，还有这个吐司面包，弄了维持，然后它就大概10天半个月之后就又繁殖，啊，整个趴得满满的，现在再把它换基底，换一个更大的罐子。